破婚变传闻，冯绍峰接机赵丽颖，颖宝蹦蹦跳跳上车，状态好。8月20日，有网友拍到一组冯绍峰接机赵丽颖的视频，视频中冯绍峰戴了一顶鸭舌帽，赵丽颖身穿一身黑色系衣服，头上戴着宽大的渔夫帽，两个人像以往一样手拉着手。快到车边时，赵丽颖蹦蹦跳跳的就上车了，冯绍峰也赶紧跟上去，看起来感情很好的样子。赵丽颖和冯绍峰因戏结缘，两个人闪电结婚，随后爆出赵丽颖怀孕，怀孕后的赵丽颖也再没有露过面。2019年3月8日晚，冯绍峰微博发文母子平安，如今冯绍峰接机赵丽颖，看赵丽颖的状态应该是心情挺不错，打破出轨传闻。8月初，赵丽颖工作室也官宣了赵丽颖复出的消息，时间是8月22日，在北京，首次亮相是荣耀20系列的一场 party， 是的，就是明天，让我们一起期待赵丽颖的复出吧。